当我出门一周两只狗竟然这样。如果离开以后，得到的会是什么？之前和女主人为了看杰伦的演唱会，计划出门一周，就把十月和贴贴送到爷爷家了。贴贴倒是没啥反应，还是能吃能喝的。但是我爸说十月这几天都不怎么吃东西，就是趴着也不怎么动，估计是想我想的吧。谁回来啦？十月谁回来啦？谁回来了？十月。哎呀！十月谁回来了？没弄吃没拉的。这次回来一看，十月明显消瘦了不少，回家一称果然瘦了两斤，第二天就做了他们最爱吃的自制粮，好好补偿补偿。别着急啊，等一会儿就能吃了，天气这么热，先把空调给你们打开凉快凉快。你好哈利，在呢。打开空调。由您打开空调。这款空调不仅风力大，而且还是柔性风，吹在身上也很舒服，最主要还有新风功能，特别适合养宠家庭，开机三分钟家里的异味都没有了。好了，出锅了。每次做自制粮，十月都高兴的直转圈，吃着美食，吹着空调，根本就不想出门。自从养了狗，哪儿都不想去了，还是在家待着舒服啊。